会食斋，越食越开胃。今晚我哋嘅节目好睇又好食，离奇泰国菜，榴莲当饭食，龙虾做冬阴功汤，仲有八大厨神会暹罗，另类海鲜带你食海星嗲怪鱼，加上秋风起就要试下闽鱼大补宴。各位街坊，开饭啦！开饭啦！想下想下咧，我覺得不應該嗌開飯嘅，應該嗌開壇才啱嘅要佢。點解嗌開壇啊？開壇啊！開壇！開壇打邊爐啊嘛！哦，咁啊，開壇啊！你啦，食啦食啦，試下咩味先？啊！哇，好味喎、啊！零舍好味，點解咁好味啊？好味啊你！嗯。哦，唔怪得知味道零舍唔同啦，原来关键咧就喺个火锅汤底度，原来佢系落咗枝竹同埋羊腩嚟到熬噶，所以录出嚟嘅食物咧味道特别浓郁噶。所以知道打边炉依家嘢，你要等佢熟先食得噶嘛，系咪先吓？咁你等紧嘅时候点样样咧吓，就可以捞啲枝竹羊腩上嚟食，你又几好咧？咁啊真系几好喎，唔使等到流晒口水，啊、真系有计啊呢、這个。你流紧口水啊，你睇下。其實一款啊靚嘅火鍋湯底咧，先至係打邊爐嘅靈魂。嗱，好似呢款啊，加咗番茄薯仔三文魚頭腩嘅火鍋湯底啊，錄出嚟嘅食物啊，酸酸地，零舍開胃。嗱，仲有啊，呢個椰汁鯊魚骨湯底咧，就係落咗椰子同埋鯊魚骨嚟到熬嘅。哇，一邊錄一邊聞到陣陣嘅椰子香，錄雞咧就至正啦。如果想支援一啲嘅話咧，呢個竹蔗茅根啊粟米湯底咧就至啱噶啦。清清地去肥膩，唔會燥噶，大人細路都啱嘅。好啦，咁介紹咗幾款靚湯底之後咧，都係時候介紹今次嘅主角出場啦。主角就係佢。誒，唔係我喎，係佢先至啱，就係水魚啦。嗱，等我嚟介紹下呢個水魚湯底點樣整啊嗱。嗱，先將成隻斬咗件嘅水魚咧，放入呢個滾冚冚嘅清湯底度滾，滾到佢出曬味為止。嗱，系啦，同時咧，我哋又可以啊加啲食物落去淥嘅噃嚇，一邊淥就一邊咧等啲水魚出味。哇！哇咁快搞掂啦！呢鍋咧就係又有水魚又有各種食物精華嘅滋補水魚湯啦，記住攬埋啲水魚嚟食啊！泰国是一个香港人至喜欢旅游的国家之一，这里有高级先进的酒店，泰国的酒店出名服务水准佳，设备完善，不过除了这方面之外，他们还有一样东西是令人出人意表的。在酒店吃东西通常给人的感觉就是贵夹不饱，但在泰国的酒店吃东西不单止又便宜又饱，而且还分分钟很有创意，例如就好像这一间一样。呢一間係一間位於曼谷市五星級酒店入邊嘅日本餐廳。嗱，佢哋嘅日本菜咧可謂啊全曼谷最出名嘅噃，就連咧香港嘅飲食雜誌咧都要經常嚟採訪佢哋嘅。嗱，一般嘅日本菜咧佢哋都非常之有水準嘅，而一啲非一般嘅日本菜咧就更加有姿勢有實際。嗱，呢一味咧就係椰林老老啦，椰子殼之內啊藏住啲大蝦，亦都即係日本人所稱嘅海老，再淋上一啲綠色嘅 wasabi， 真係睇到啊都想食啊！哇，加到連殼都想聞，個殼又夠脆，即係蝦肉又夠甜，再加埋啲 wasabi 咧，哇，味道簡直冇得頂啊！之後再送上另一味就係超級大手卷啦，哇，個個有拳頭咁大噶，直頭啊可以當飯食啊！啊！咁大個啫，擘大個口碗食得曬。啊！燒鰻魚，太豐富都未做熟啦，成口都係，唔好意思啊。除了創新食物吸引顧客之外，唯有跟對手競爭，久不久就搞搞新意思，搞些活動這樣來吸引人的。好像這間酒店這樣，最近他們就搞了一個全曼谷第一次的國際美食節，八大廚神會暹羅。今次這間酒店為了隆重其事，將這個美食節做到有聲有色，於是在世界各地搜羅到一班頂級的廚神，實行要令客人在一晚之內吃盡全球最極品的佳肴美點。而這八位廚神分別來自美洲、歐洲和亞洲，有實力派又有這個創造派，認真不簡單。今天的魚翅湯就是我放了很多心機來做的，希望各位喜歡。咁啊，亦都有專做甜品同埋芝士嘅大師嘅，咁佢哋每位都有超過10年嘅入廚經驗噶啦。
咁喺酒店方面啊，為咗吸取更多意見咧嚇，當晚啊仲邀請咗城中唔少有頭有面嘅大官貴人作為座上客噶噃。而且啊，連泰國王子個女啊都微服出巡，咁啊嚟到一嘗啊呢度八大名廚嘅晚宴，認真俾面啊！五星級酒店嘅 ballroom 之內咧嚇，衣香鬓影，每台啊只係坐十個人嘅咋，多都冇噶。而且啊，每位人客嘅台前咧都有五個不同大小嘅杯嘅，咁啊方便咧食不同嘅餸菜，有不同嘅美酒相伴，十分之細心。好，上菜啦！第一道就係嚟自美國嘅至尊鵝肝烤餅，第二道咧就係嚟自日本嘅頂級魚生拌魚子，而第三道咧就係嚟自墨西哥嘅狂情牛脷冬啊！第四道咧就嚟自香港嘅红烧竹丝生翅，第五道咧就嚟自意大利嘅地中海杂烩，第六道咧就嚟自英国嘅大卓尔洋柳，第七道咧就嚟自加拿大嘅芝士大杂烩，以及第八道啊嚟自法国嘅牛油柠檬杂。嗱，八款国际美食咧尽现喺眼前啦，仲有啊美酒任饮，唔怪之得啊个个都食到拍晒手掌啦。香港人咧不嬲都好喜歡食泰國菜嘅，但係一啲傳統嘅泰國菜有人啊嫌佢會過酸啊，又或者過辣啊咁樣樣嘅。啊嗱，你話如果若然啊有啲泰國菜咧係經過改良，再加入埋一啲啊適合香港人嘅口味，咁又會點嘅咧？呢間餐廳嘅環境啊相當之古色古香，懷舊感極重嘅。但原來除咗個樣店之外啊，啲嘢食咧仲好特別嘅，可以話係結合傳統與創意於一身。平時見到啲人咧話食泰國嗰啲冬陰功啊嚇，咁冬陰功冬陰功究竟咩嚟嘅咧？原來冬陰功個功咧就係即係蝦咁解。今日我要品嚐呢個咧緊要啦，佢係蝦，不過佢係一隻大龍蝦。哇，喺睇嚟要試一試真佢啲味道先啊！哇，勁酸勁辣啊！各位觀眾大家睇睇呢只公雞啦，係公雞唔係公雞喎。啊，公啊即係蝦解你知啦嚇，雞咧又即係雞喎。咁呢只公雞嘅特色之處咧就係雞內有蝦。雞外亦都有蝦，榴蓮糯米飯大家試過未咧？我而家即刻試俾你睇下。呢個餸一舉兩得，足夠三個人食。哦，有黃色咧就滲透咗更加多嘅榴蓮味喺度。咁至於白色嗰啲咧，就係一般嘅甜糯米飯咁簡單啫，即係留有個餘地俾你嚇。三個餸各色其色，各自各精彩。泰國餸啊，原來都可以咁特別嘅。日本菜出名的的色色，好看又好吃，就算只是前菜都一樣咁有特色。今次呢我們就介紹四款又珍貴又罕有的日式前菜給大家，包你們吃了之後頂呱呱。第一款出場的日式前菜就是酸味海參，我們平時吃的海參是大大條的，而這些日本海參就是切碎了的，你看看你見得那些那麼多就知道是好東西啦。試一下先，試一下海參先。哇，好爽喎、啊！原來海參生食咧又爽又煙韌，幾得意嘅喎。係啊，爽爽地煙韌韌，同埋一食一路咬一嚟一路嗒真香，嗰種海參嘅海參嗰種鮮味啊。嗯，係啦，佢喺呢條脷度汁嗰度咧，就可以帶出感覺得到。嗯，好正。呢款前菜就是安康鱼干，通常鱼刺身就是生食的，但系呢款鱼干就是要蒸熟咗嚟到食嘅，咬落去特别好口感噶。食呢啲鱼干最好就落埋呢啲辣萝卜蓉，加埋呢啲葱丝，再加呢个酸汁咁嚟食咧，咁就一啲都唔会腥咯。嗯，仲好野味添噃吓。嗯，啊系啦 ，Wanda， 嗱，头先啲海参咧就生食噶，咁呢啲鱼干咧就熟食噶喎，嗱，再跟住落嚟呢一味咧就系半生半熟咁样食嘅。哦，呢啲白白地色有啲似猪脑嘅咧，就系新鲜嘅鳕鱼鱼春啦。用滾水拖拖佢，咁啊等佢半生熟咁啦，再浸翻冰水，咁啊食得噶啦。嗱，呢啲鳕魚嘅魚春咧，喺日本嚟講咧，可以講到話係非常貴價又罕有嘅食品嚟噶。哎呀，試下先，係啊，燒話個珍貴程度咧，直情拍得住嗰啲俄羅斯沉龍嘅魚子醬喎。哇，係幾咁矜貴啊！咁我就真係唔客氣啊，要試翻佢嗒真啲先得啦。我大啖大啖咁咬。嗯，係喎，好滑啊，好滑好滑好滑，又唔腥喎，好正。呢杯仔晶莹通透嘅沙文鱼子咧，同一般急冻鱼子唔同，事关咧佢由北海道新鲜运到，特别鲜味噶。
新鮮的北海道三文魚子咧，就特別鮮味，特別濃郁噶呢啲味道，你試下。試下先，好唔好味啊？哇！一咬落去咧，嗰啲汁液咧，直成咧喺啲牙罅、口腔嗰度四圍咁遊走。直頭係卜卜脆，卜一聲，跟住哇，又一啲都唔腥喎，真係好味道。幾濃郁個種味真係，係啊 ，Wanda， 啲日式前菜已經咁好味啦嚇，咁啊睇嚟唔使嗌主菜得咯咁。哦，咁好啊，誒唔該 cancel 曬啲主菜啊。啊唔，講下笑啫，講下笑啫，唔好咁做，我哋繼續嗌，繼續食好唔好？好，咁食埋呢啲先啦。日本人對於食就相當講究的，全部都要經過精心製造才可以放入口的，尤其是刺身更加是日本人至愛食的食物之一。不過當日本刺身加上香港製造，又會是什麼味道呢？日本的傳統刺身有豐富的質感，咁香港製造就有非凡的創意，加埋一齊就會有啲連日本都食唔到的另類刺身。呢一棵就是香港種的芦荟啦，芦荟汁可能大家就飲過，但係原來啊唔榨汁就咁食仲正啊！所謂啊就咁食咧，就係將啲芦荟啊切啲肉出嚟做刺身嘅噃。梗係知啦，唔通成棵擺落口度咩？嗱，將啲新鮮嘅芦荟肉咧切出嚟之後咧就要攞去浸水，咁啊將啲滑潺潺嘅黏液咧浸甩曬佢，咁就唔會黐嘴啦。食之前咧，再將啲芦荟肉咧浸一浸蜜糖水，咁就可以食噶啦。大家看看呢啲晶瑩通透咧，睇落咧就好似冰塊咁樣嘅咧，就係芦荟刺身啦。等我試下先。嗯，點啊？哦，好甜啊，好正啊，好美啊。咁係啦，咁多位話成俾你哋聽啦嚇，唔係種種芦荟咧都適合咁樣要嚟做刺身嘅喎，係啲藥用嘅芦荟咧先至啱咁樣食嘅。嗯。似咩咧？好似嗰啲舉藥咁咧，本身冇乜味，咁但係加咗啲蜜糖水落去之後咧，有另外一種即係好爽口咁樣咯，嚇，即係清涼啊，甜甜地嘅味道出咗嚟。佢又脆脆地咁，幾好味嘅，真係食多兩嚿先啊，唔好客氣啦。朗甜品啊，嗯，好味道啊，真係。嗱，唔經唔覺咧，我哋呢個節目啊，都介紹咗唔少咧新鮮、趣怪、奇特嘅海鮮噶啦噃。係啦，今次咧，我哋再接再厲，上天下海，四出搜尋奇特靚海鮮。靚海鮮，喂！大家一陣，我哋係揾海鮮，點解要上天啊？有所不知啊，你今次有啲唔同啊，因為我今次要摘星。嗱，今次我摘幾粒星啊？唔係，應該話係摘嘅依一隻星先至啱，就要潛入起碼40米深嘅海底先至可以捉到佢嘅海星啦。你見佢冇牙冇口，究竟點食嘢噶？佢哋啊，就係靠入邊呢個叫做沙囊嘅地方。嗱，海星咧會將啲沙咧含住喺個沙囊嗰度，咁啊利用沙咧嚟將啲食物磨爛佢嘅。咁要劏佢哋咧，就要由沙囊呢度入手啦。嗱，劏海星咧一啲都唔複雜嘅，最重要咧就係劏走入邊嘅內臟，咁啊慢慢撩佢哋出嚟，洗乾淨咧就可以拎佢煲噶啦。嗱，老闆話海星咧本身咧就唔食得嘅，不過用嚟煲湯飲咧就對氣管好有幫助噶。將佢同只烏雞、瘦肉、沙參、肉粥等材料一齊煲，咁煲湯咧先至夠鮮甜好飲。嗱，將佢煲兩個半鐘頭，一煲補氣潤喉嘅海星湯就飲得噶啦。海星湯攞嚟啦！哎呀，好靚啊，係啲色好靚。係啊，拎住只碗埋嚟啊，嚟啊，幫你畢啦，嚟嚟嚟嚟，哇，飲大啖啲啊！呢啲好有益㗎，有啲藥材喺裏邊，哇，好滿啊，好滿啊，試下先。哇，真係好香啲藥材味咯～是啊是啊是啊，咁又有啲海鮮嘅味啦，當然。嗯，啱啊。啱啊，喉嚨痛啊，氣管啊，飲呢啲好啊，係啊係啊。有幫助，飲多啲海鮮湯，大家都飲多啲啦。嗯。喂，老老實實啦，淨係飲呢個海鮮湯好似點啊？普通咗少少喎。嚇，咁你想點啊？有冇多啲魚食啊？我知道你咁撩楞，你除咗食魚之外，要食多啲奇怪款式嘅魚啊嘛，係嘛？冇錯啦，就係越特別越好。我仲要係未食過嘅，有冇？好似呢條啊，貌似娃娃魚嘅蝌蚪魚咧，就夠曬奇特啦。嗱，佢哋最中意咧就係周圍吸嘅喎嚇，石頭啦、貝殼啦，連玻璃咧都吸得一餐嘅。因為佢哋咧生活喺淺水嘅急流嗰度啊，咁所以咧就要靠呢個吸盤咧吸住海入邊嘅石頭，咁咪唔怕俾水沖走啦。仲有呢款咧，同樣啊喺條急流度生活嘅火龍魚，雖然咧佢冇吸盤啊嘛，咁啊但係勝在個身體柔軟，咁啊可以抵擋到急速嘅流水，咁啊所以咧嚇佢哋嘅骨啦同埋個身咧一樣嘅，特別柔軟嘅噃，啲肉咧仲好滑添嘅噃。係時候試下係咪真係咁滑啦？
咁要食魚啊，梗係要湯魚噶啦。嗱，湯魚嘅時候記得咧就唔好整穿個膽噃。仲有食呢條蝌蚪魚咧，最好咧就係撕開嗰層皮先至拎去蒸，咁啲肉質咧先至夠滑。哇，直成滑到好似豆腐咁滑。真係咁滑，咁就要蒸翻條絲絲啦。啊，咁不如啊劏多條嚟炸咯，咁啊整多條叫做油浸蝌蚪魚先。哇，炸到佢香噴噴啊！嗱，安娜，蝌蚪魚平時見到咁少見，今日仲有得食埋喎，係咪好開心先？係啊，仲有兩款啊，好開心啊！咁你試乜嘢啊？我梗係試清蒸啦，啱我啊嘛，清清地。油浸兼炸嘅呢個蝌蚪魚，好唔好味？哇！啲肉好滑啊！哇，先好似嗰啲咧，人哋食嗰啲椒鹽九肚魚嗰啲咁咧，即係外邊脆咧炸到咧，但係入邊又好滑嗰種咁嘅感覺喎。哇，係喎，啲肉質零舍唔同嘅喎，會溶喺口度啊，係咯，好即係我未食嗰啲魚係會溶喺口度喎。係時候輪到火龍魚出場啦，今次點炮製佢好咧？睇落啊，將佢椒鹽嚟食都應該唔錯嘅。係噃，跟住不如攞條嚟紅燒咯。睇个样子你都知佢正啦。我试呢个椒盐先，我中意香口啊，因为哎呀，解大佢好啊。哇，啲肉同样系好滑，但系佢呢个椒盐嘅整法咧，好野味啊，好香口啊。我唔客气啦，我就成条上啊。哇，好大条喎，你嗰度。系啊，我攞啲嚟试下先。啲肉好滑好滑好滑喎，咁加埋呢個汁咧，更加有唔同嘅味道啦。因為有啲冬菇啊，有啲唔同嘅嘢落嚟煮咗佢咧，有陣比清蒸啊野味啲啦，好味啲啦。每逢到秋冬季節啦，無論大街小巷啊、酒樓食肆咧，都有唔同種類、唔同款式嘅補品推出嘅喎。即係只不過咧，時間會花到眼亂噶嘛，你話揀邊款嚟食好咧？嗱，要食補品咧就要問我，因為得啦。事關我咧，細細個咧就開始食呢個鰻魚肝油咯。而家大咗，依然對佢情有獨鍾。咁如果你想食有益又刁轉嘅補品咧，就要跟住我嚟啦。嗰邊。嗱，我呢個鰻魚專家咧，要介紹嘅補品咧，當然咧就由呢啲一條條活生生嘅長江鰻魚炮製出嚟嘅鰻魚全補宴啦。嗱，講明啊，全魚大補宴啊，梗係啊，要由頭食到落尾，連骨都唔好嘥啦嚇。首先咧，炮製嘅咧就係呢味啊，百川燉鰻魚啦。咁啊，師傅煎香咗個魚頭之後咧，就會加上各種不同嘅菇類，咁啊煮熟，再將事先調校好嘅清雞湯咧嚇，咁一齊放曬落個燉盅嗰度嘅。咁啊，用慢火將佢哋燉翻一兩個鐘頭，咁一盅啊補眼、耳、口、鼻嘅百川燉鰻魚頭咧就可以上台啦。跟住落咧就系内脏嘅部分啦。师傅将鰻鱼嘅鱼肝咧洗干净，然后混入啲三蛇丝，加埋两只新鲜嘅鸡蛋，将佢哋一镬熟，煎到佢哋香喷喷。呢一味咧闻到都垂涎三尺嘅凤凰三蛇煎鰻鱼咧就可以放入口慢慢嗒啦。嗱，至于鱼身嘅部分咧，师傅啊会用滚油咧将佢炸到卜卜脆嘅吓。然後咧，撈翻起佢起身，咁啊，再用啲粟米粒啦、紅蘿蔔粒啦，咁啊，加上橙酒，咁啊，炮製出一個啊顏色鮮豔、氣味清香嘅美味醬汁，咁啊，再倒落條卜卜脆嘅鰻魚身上邊，咁一碟啊百香煎鰻魚味咧，就呈現喺大家嘅眼前啦！哇，有補品食，咁我嚟咯喎嚇！唔好客氣啦，先試呢個先。而家呢個咧就叫做呢個鳳凰三蛇煎鰻魚肝，好唔好味啊？嗯，幾好味！咦，睇嚟唔係非一般嘅煎蛋喎嚇。係啊，佢有三蛇喺裏邊嘅，更加正啊！咁點補法啊？呢、這個依個咧，依、這個咧就包你養顏啊！食咗之後靚仔啊！嗱，而家我撻緊依個咧就係百川燉鰻魚頭，犀利咯！佢裏邊有好多野生嘅菇喺度嘅，你試下好唔好味？哇！點係啊？劏到埋嚟真係正唔正？嗯，飲咁多啖，講啲感覺喎。我仲飲咗啲雞湯味喎，竟然點解咧？係啊，佢有啲老雞喺裏邊煲嘅，同埋有啲中藥喺裏邊啦。咁呢個能夠促進你嘅新陳代謝嘅，等你快高長大啊！咁要飲多啲啊！誒，再試埋呢個啊！呢個係百香煎呢個鰻魚味啊！哇！真係嗱，由頭食到落尾啦，食都食唔切，真係。唉，你喂，呢個味道幾香口喎，同埋好似有啲。啲橙酒嗰啲咁嘅味道喺度。嗯，係咯，等佢特別有呢個西方嘅煮法，咁啊加埋一個中方嘅中式嘅煮法，兩樣一齊就中西混合式，咁啊包俾你食得開開心心咁啦。嗱，咁樣，如果我食齊曬呢三款啊，由鰻魚酥泡咗出嚟嘅補品咧，不單止有好味又有益，我發覺而家自己全身咧都充滿咗一種難以言喻嘅力量喺度。
上集回应通的答案是泰国，得奖者有以下四位。今集回应通的问题就是泰国冬阴功汤有哪一种材料的呢？知道答案的家庭观众，只要你年满18岁，屋企有 IDD， 就可以由现在开始至到30号星期四的下午5点打9003088参加。答中又被抽中的观众总共有四位，其中两位就可以得到由德国孖人牌送出的精美厨刀一份，另外两位可以得到由稻香集团送出价值500元的饮食礼券。本身咧就系连埋骨都软噶，连骨都可以食得到噶，又连皮食骨咁样样。系啊，佢本身个鱼形咧系比较长身，似一条龙仔咁咧，所以叫火龙鱼。哦，原来吸住嗰只就系鲍鱼。因为本身靠呢个吸管咧，啜十级我哋都唔会俾水流咧冲走嘅，所以呢个咧就比较。即是啜管嚟嘅呢个，哎呀，我望到佢入边啲牙好得意啊，个嘴入边。